我第一次看到一间店站着 5 star 的 review， 所以我来 try 一下。哇，很大个嘞！你算 standard size 还是 standard size？ 这根本是两个人的分量啊！不只是它分量吓到我，连它的蟹肉都多到有点夸张。你们看是不是真的很多？你看对面的帅哥已经在开动了，他的蟹肉啊，还有蟹肉味，嗯，就是他不像之前我们去吃的哈、哦，他蟹肉没有味道的那种，嗯，真的超好吃。这饭给你们一定要点，不管是当小吃配酒还是配饭配面都很好吃。嗯，像里面看到的是白白肉这样，但是你吃起来哈、哦。它就有那种你在吃虾肉的那种 feeling， 就是那种好像很有咬劲的那一种。它就直接，虾的那种 feeling。啊，就是那虾肉呀，它的那个虾肉。对对对。它颜色是很漂亮的。嗯，真的很香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如果拿来放那个冬粉就很好吃。哎呦，那个 crab pot， 那个东洋东粉啊，真的好吃。看到有人在 review 里面推荐，所以还是决定点来 try 一下。几乎每一道你想点它都不会踩雷，每一道都很好吃。哦，